送到有哈塞本认证的一个加工处理厂，做已经做完三清，就是啊去鳞、去鳃、去内脏的动作。农历春节将至，为了提供民众评价安全的年节用鱼，全国渔会将从1月17日起，一连三天，在三重例行路鱼市场广场举办宝岛鲜鱼渔货大街特卖活动，邀请十几个渔会及渔业团体共襄盛举，全面供应各类特色水产。今年的活动，时间是在元月17号、18号、19号，地点是在全国渔会三重示范鱼市场这个广场里面来办理。今年有十几个单位各渔会各团体呢来参加，当然呢也把他们当地现在当地当令的这个水产品呢全部都集中到我们全国渔会大街的活动来做一个展示跟促销哈。百元鲜鱼。每年渔货大街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超值的抢购活动，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像超大尾的国产石斑鱼，活动期间一条只卖299元。另外，众所瞩目的百元鲜鱼抢购活动，除了买到赚到外，每天排队前50名还加码送50元购物金及美味早餐。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一大早就到现场里面来，都没有吃饭，有时候4、5点就来。所以说我们呢也让这个提早来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除了说有抵用券50块的一个消费券之外，另外我们今年又跟万家江早餐连锁店呢，我们现场能够提供我们早餐的这个四目鱼堡，让大家呢来吃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早餐。三天的抢购活动，除了有鲜鱼特卖会，主办单位还聘请名厨现场教民众烹煮各式海鲜年菜，提醒想要抢好康的民众手脚一定要快。记者罗荣采访报道。